非常的精美啊，只有精美大家才会喜欢这档节目。非常的喜欢看的我的一些节目啊，像我去的这个印度的恒河，恒河呀、旁边就是一个烧尸体的一个庙，一个烧尸体的庙呢，每次呢他们把这个烧的这个尸体啊，就在我们旁边就他们挑着之间一些骨头，印度是死人的一些骨头。最关键的是他喝了十大口的恒河水，因为当时我在听那什么呀，我说好了，下辈子再讲印度人，因为我喝了十口这个恒河水，很合理性啊，没错没错，是感觉很合理性的，非常有趣的一条河啊。因为这条河里面，我老去探讨这个生生死死的这些话题呢，是国家这种婚丧嫁娶呢，是这个国家的就是张国大，张正大啊，张正大一起床，然后所有人都像辣椒一样穿起来了，像挂一样的。然后挂一挂挂了好多牌啊，就说女人只有一些野男人的地方啊，他们告诉我说，我没有汽油的害怕，因为我觉得我要有一个职业态度，我觉得如果说我不再拍下去了，大家就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做什么。李书航啊，李书航的啊，我是20帧啊，就是我的那个最喜欢的照片啊。还有一个比较快的，而且看的时候就是危险的时候吧，我跟我老婆我俩心里都为您捏了一把汗，都特别。这个呢是我从新公园树海冒死带回来的，新公园树海深处的树叶，而且呢，他们呢吸收了日月之精华，大地之养分，你懂的。所以说呢，他那个意，待会儿呢我给你签字啊。也非常感谢你们喜欢我们节目，因为通过刚才那个。我的口号。5, 6, 7, 8, 1, 2, 3, 4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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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, 6, 7, 8, 1, 2, 3, 4,